是人吃，越是人腻。别的肯定是别的地方吃腿香肠是吧？别的地方吃，啊，吃错了，我俩不一次。明天我妈吃。对了，嗯，好吃。这个就四个，两省。Thank you.
是凯撒阿姨给牛奶买的，那是衣服。牛奶，凯撒阿姨给你买的衣服。大狗穿的衣服只有小狗穿的衣服，所以说阿姨给买了大家心，她把那个牛奶的肚子盖了，全能照亮。阿姨给你买的好看吗？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喜欢吃的，放这里了，来，来我喂一下，看来啊，快快快，吃来，好的快。
害，牛奶。哇，你太棒了，太厉害了。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的无限大。我们手拉手也。牛奶现在只能吃大包大包儿。划过悲伤河流。你认识？嗯，应该是这样哈。要一直一直在一起。现在我想问问你，放碗里你不吃哈？牛奶因为脾气太厉害，今天呢也是给他输的有钱气。反正就优惠钱吧，但是还说完了，看后边那个反应吧。说完事之后，感觉牛奶这个饭量有所增加，也有食欲。刚给他说了三个鸡蛋吃，牛奶，咱一定要好好的，啊，加油！你是最棒的，是吧？